慈善法治慈其实是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一个法律。这次国家制定慈善法，其实就会带来未来几十年我们整个社会发展格局、慈善事业、公共道德水平的整个全面提升。 这一次呢，就是采取了相对来讲是一个大慈善的概念，我觉得这能够更有利于调动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弘扬整个社会营造这个行善的这样的氛围啊。